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小手。我的消防车嘞，看到了。消防车好像是转向比较强哦。还冒烟。好宽敞的路，可以狂冲，马会被我打死，狂打，好可怜哦，不要一直打好了，偶尔打一下。会不会跑到累死，然后马车就不动了？因为英文本来就很强，那我嘞？是说这个开马车到底算不算打他们自己的零？不是说开车的时候那个基因记忆会中断吗？哎，他不会打滑哎、欸。消防车的话不会打滑，他会很顺利的转弯。游戏角色如果不想你抢 OP 哦，啊，好过分哦！如果，亚诺，亚诺这样子，我还不是可以很强？虽然说亚诺也不烂呐、啊，虽然说亚诺也不烂，就是。这个是，好啦，事实啦。哎，我拿到那个到底是什么？一个刺客的标记。宝库啊！啊，说不定一收集到全部就会可以拿到传奇护甲之类的。拜托不要是套装那种没有实质效果的东西。不晓得有没有新的资料。看起来没有，把音乐好了找出来就可以开宝库，果然是这样。不然你把雅克玩的比伊维强啊？好啊，好啊，等他修完枪，我就把他玩的比伊维强。这个区域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疾风炉啊，巴特袭的风炉，不是袭的风炉，应该啦。这个等级四啊，其实都没差啦，先解这个好了。我相信我是打得赢的。我还是顺手吃东西好了，虽然这样会有点麻烦，可是它有一些资料。我相信角色是有差的，
角色当然是有差的吧。刚拍据点，三十首领而不被 发现，然后还要救暗鸦帮的黑鸦帮的帮总。杀死首领不被发现的话，就是你的出场时候啦。距离不够，中间那一团什么东西？哦，稻草。可恶啊！这些人怎么爱乱跑呢？我还要释放我的帮众，我的帮众在，那就换成枪，然后冲进去。你刚刚说离开你老婆吗？原来她是你老婆吗？我要变匿名才可以继续。Thank you, Miss Evie. That is a ball name. Enjoy. 哇，这个好强啊！这个帮众好强啊！另外一个在上面啊，哦，区域首领。哎，这个首领速度这么快。偷车关系吗？目标已逃跑。There you are. 可恶！被他逃走了。太可惜了，给他逃了。来，去解放童工。Slow down.
还没打死。伤他路人。啊哈，翻了吗？好像要跑仓库了。射击啊 不可触发警报，糟糕，我觉得我会触发警报。拜托，不要去跳警钟。报警会啊，没关系，啊，谁是谁找上我？重新填装。哇，其实我的队友还蛮多的嘛。掩体，我觉得我姐最快应该是势不可挡，因为我是暴徒。居然没有爆头成功，剩你一个了，你在喊谁啊？
这边同伴很多。我们开走了。为什么我觉得你开始飙马车，原本不是要乖乖走路吗？开车是我发明的耶，才不是耶，它本来就有开车这个功能，好不好？可恶，刚刚被那首领给跑了。看看装备好了，刺客护手攻击力可以增强，当然要啊！啊，顺便再升级一下铁甲手指，哎，好帅哦！武器。感觉没有新的建帐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拳的？熊掌。达比的熊掌，之后来买这个好了。好啦，现在也不能提升什么，就这样吧。这应该没有比较厉害吧，致命值比较高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不需要，不用建帐。有新的技能点数吧。成功命中会让敌人更快死进入伤残状态。刺客脚步，掉落后伤害降低，掉落后无声，这感觉还蛮需要的。前行，刺杀动作比较不会增强，更多飞刀。欸，所以我如果战斗中把人打到快没血之后，我可以先击晕他，然后再打死他，就可以拿回飞刀。嗯，这招感觉不错，可是使用上难度好像有点高。嗯，好啦，先点起来一边练习好了。熊掌，欸，对啊，你的手掌，欸。这个也太强了吧！枪会自动填装，不科学啊！车手，哦，不是我的手，明明就是你的手，熊掌，欸。我们再转一个来点这个好了，这个好强哦！哦，雅克是自动爆，但雅克战斗力也太强了吧！一会儿是增加飞刀能力，手在我身上，我之后可以拿来用啊！我留点数好了。接下来用来点其他的。再来就是这区，
觉得他好灵活，因为不用按，所以就自己跳跃。结果童工还是在啊，并没有因此而离开，觉得多了很多大人。不行，当然可以啊，熊掌欸。因为应该要带飞刀，可是飞刀才五只。这么快我就获得点数了。我刚刚说要点这个吗？可以用没子弹的枪进行射击，这个太强了，这个一定要赶快点。他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在跑步中使用鹰眼视觉。杀人？欸？什么？什么？我不是杀对人了吗？那一个要怎么拿？不是啊，这样我怎么拿到？不可思议啊，这个怎么可能拿到啊？算了，这应该是雅各手上那把枪之后的功能吧。哎哎，我看到蓝色的，没关系啦，蓝色的也可以赚经验值啊。虽然不是刺杀，啊！哎，他死了！里面有一个红色的。怎么没有暴龙掌？怎么可能会有暴龙掌？咦？
找出克莱德·史特莱克跟艾达·史特莱克，不要让目标杀超过两个市民。那当然就是这样啦，这样最不会让他杀超过。另外一个在，记得在这附近啊。补一下东西吧。哎呦！给我开枪！啊！不行，这样下去我会死掉。好像已经没有药品了。这个宝箱是在不公平，熊都要绝种了，熊不会绝种了，你放心啦、啊、有你这一只啊，再怎么样都会剩一只。哎、欸，完成任务，哦，这把刀好帅。哎、欸，猎杀圣殿骑士成功。居然成功了，莫名，我成功了。弯刀哎、欸。要换一下吗？哎、欸，有个新的现代资料。你要知道什么叫我要知道，就是还有你这一只熊啊，我当然知道啊，你不会绝种啊。我们拿到什么武器啊？哎，这个好像有点强，他要什么升到六等才有。拿到了却不能用，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再升高等一点。没有技能点数啊。